想上厕所，我上个厕所啊。全军出击！呀，丢俩兵，哎呀，咋这么卡呢？好了。这不又死了吗，兄弟？嗯，剑圣过来吃经验确实不应该啊，挺烦人。这把我决定先出一个比较厉害的装备。走回家。哦。无尽不对，我先出一个破败，出破败杀完人不用回家，杀人也不用说是就是非得用大招，他有减速。A 再 A 一下再 A 死了 A 接一个 Q， 别着急啊， W 过来 EA 死了，他开 E 我们就往后拉一手，别让他晕着，哎，稍微往后拉一点点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回家。不行啊，这钱儿不够，那算了吧，再杀他一波吧。回来啦，武器大师。哎，他居然能升到四级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居然升了，打个眼儿，别让他在那里吃经验，也别让寡妇从这个草丛里边过来，我们在这等他。上密室出来了，这兵收完五级半了，我杀他三回呢，我单杀的经验我觉得都应该有两级，这波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，把兵线推进去把他越塔杀了，这是最理想的状况。
怎么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呢？让我想一想啊。别急啊，把下波兵收了之前，把他一逼出来，然后推线进塔，把他杀了。人呢？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不打不相识”。看他打不打我们吧。把夫来了，来呀！来。还挺厉害，还不走，不好杀。塔下杀俩确实不好杀，塔下杀不了俩，那寡妇过来要我来了，一瞅就是过来要我圈来了，知道吧？100%过来赶上我了，叫刀锋过来，来，哎，100%来了，10%不能说100%，10%W走。哎，刀锋来了，来，我看你俩怎么走，来。啊，你去追另外一个。寡妇就这样把武器给抛弃了，你这个武器要是新。心眼窄一点，直接这武器就挂机，就开始破口大骂。我跟你说，本身他打的就不顺，然后你过来还把他害死了，那这个武器大师如果心情不好一点，那可能就挂机。啊，100块，烦人呢，这算了，右边又够死，我就找了吃了，挺烦人呢。哎呀，可挺烦人呢，给我吃没了。本来我寻思再杀他一波的，来个破败，再把出个小破败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好大的雷！你们能听见这雷声吗？我这刚才这麦克风不知道收声好不好，好像是哪里都放炮了一样，放了个二踢脚。糊了，副摄像头，那雷给我打的摄像头都给我打糊了。能听见吗？刚才咣的一声，没有没有，好了，聚焦没了，就焦没对上，好了。哎呀，打我，嘿，来。玩的啥呀？这是吸血！哎，
玩的啥呀这是？玩的简直是跟狗屎一般，狗屎。来，哎，哟，抠没抠出来，抠也抠小兵，波浪剑忘摁了，哎呀，波浪剑没摁，简直是吐血。这个键盘我不太适应，你知道吗？键盘我不太适应，也导致我们刚才没操作好。声怎么感觉这么大呢？我按出来跟键盘没啥关系，波浪键，明不明白？波浪键。这就是祖安人吗？这就是祖安人平时打游戏打招呼的方式吗？那也没地方去了呀，去下路吧，下路待待线。如果你越别人塔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点塔的话，你就按一手波浪键，就不会点塔了。你看，按完以后，这东西又变成红色的，你就永远点不了了，点不了除英雄以外的其他东西，连补兵都不行，不能补，不让补。除非是自动攻击，那没办法。哎呦，几个人呢？人好像有点多呀，好去呀。这怎么这连个人都没有呢？这把这打着打着，杀不到人呢。有人没？火蓝，火蓝挂机了，没人啊，没挂机，没挂机咋不出来呢？你身后有没有人啊？这。天哪！呀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们俩能打得过我吗？啊！哟，这个扣没扣出来，闪现躲女警的狙呗？你要闪现躲女警的狙呀，兄弟！来个水银海，我发现这是破败，不行啊，这破败挺弱呀，这破。挺垃圾呀，不厉害。
就发现有些刷屏的人啊，还是就是太闲的慌，吃太饱了是不是？你不累吗？为什么会每天就是老来这个，就是跟主播刷屏来当做乐趣呢？就快乐这么简单？哎，就每天在别人直播间刷屏，是你最快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不累呀、啊。